啊，咱们一楼是142平，楼上大概80平也是赠送的。啊，这是主卧这都已经吐雪茄了。这不是这个12000就吐血了吗？沈阳现在房价都这样吗？关注鬼头，带你看东北四省真实房价。咱们现在的位置是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。那么在我身后呢，有个小区叫凤凰水城。有一位美女房主啊，手握20套房找到鬼头，说呢，她这些房子呢想要出手。咱们看看啊，她在这儿的房子是什么户型，什么装修，值多少钱呢？跟着我的镜头来吧。周边都是大开发商。然后往那边就是中铁。这块的房子多长时间了？第一期应该是14年左右。啊，一期是14年左右。我看咱是掐这么多，全是你的房本，这房本可没少掐，咋的？这是以前投资用的呀。地产看好的时候，整两套。我在网上看你的视频有一段时间了，关注你，完我看你的那个视频呢。观看的人还挺多的。啊，这小区这个绿化真不错，有点像哈尔滨的陈能西树庭院的绿化了都感。你这个全是洋房吗？有洋房，有高层，但是手里这些房子都是洋房。现在你就是你大概你自己有多少套？有20套。有20套啊。这20套在沈阳。也算一个天文数字了，加一块儿。咱现在看这个是几楼？5楼，电梯的5楼。电梯的5楼，这属于洋房呗？对，洋房带阁楼的。啊，带阁楼的，这房本直接都带来了。对，那你看一看，最起码取得你的信任呢。好，来进来吧，来，请进。不用脱鞋吗？哎，不用脱。咱们这边北边的阳台是赠送的，啊对，咱一楼有3个卧室。啊，这个原来是这个应该是样板间吧？对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买这个样板间啊？形象比较好嘛，这样将来我卖出去也方便嘛。啊这个阳台有一半的面积也是赠送的啊。啊，咱们一楼是142平，楼上大概80平也是赠送的。一楼是142平啊。啊。上面还有下面八还十有平80多平是赠是赠送送的，的啊，对，咱们一楼做出来那个3个卧室，楼上主要是休闲空间。这一看140平就是不一样啊。看你房本，看一眼嗯，这个。你贵姓？免贵姓王。这个是厨房区域的，对，厨房好像稍稍有点小啊。还行，现在人有几个在家做饭的？这是洗手间。对。一楼，这是一个小卧室，这小卧室这么小呢？这个比较小，其实可以做成一个小书房也可以。这边还有2个。这是主卧了，呀，这主卧挺亮的啊。啊，这主卧这个洗手间大呀。干湿分离，这个装也没装多长时间吧？给你看看。这还是一个卧室。哎，主要就是看格局，这种装修没什么看的，大同小异。以前售楼处装的样板间基本上都是这样。楼下是142，上楼看看。楼上可以喝喝茶呀，
有点久吧。啊，哎，这个区域挺舒服啊，是这个是榻榻米吧？我看这玩意儿还能加热的。哎，上面这些柜子就比较收纳，都够了。这边还是一个洗手间。嗯，这洗手间也挺大。这酒没少摆，真挺好。走吧，下期唠点正题吧。长期在做这件事儿，让我觉得比较信任，然后对本土的地产呢，也非常专业见解。嗯，所以在这块找到你呢，也希望能通过你专业的平台，然后帮我这个房子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介绍。就一次，我所有的视频呢都是即时拍摄，没有重来的机会。嗯，明白吧？就是说你中介挂多少钱？中介合到14000一平。啊，中介你挂了14000，对，那你想好了这个，你真得想好了啊。行，那就这么的，我既然找到你了，你的粉丝就是12500一平，174万支持贷款啊，就是支持贷款。如果还有其他的房子，也可以一起去看一看。还有别的格局的是吗？对对对。行，走吧，在这儿买前咋想的？相中这是什么了？这附近有什么方便的地方？地铁10号线终点站丁香湖。旁边就是公园，走路10分钟就到公园了。走路10分钟就到公园了。那地铁站呢？地铁站就在公园旁边。地铁站就在公园旁边。然后前面还有一个东北育才小学。东北育才小学离这多远呢？从南门出去的话，也就走10多分钟。步行10分钟左右。对对对。在沈阳来讲，你这个价格你自己心里不有数吗？就是算高的，算一般的。按照这个地段。和这个园区环境来说，它不算高。清水，这个对，这个没装的160平。啊，这个160平。对对对。这一开门，开这个门是一个室外的阳台啊。对，这个可以包里头。啊，这个也可以包里。那套一样，你看隔壁装修现在不都包里头吗？咱们这套房子是160平。这个客厅位置，刚才看那边不是一个窗户吗？咱这边是俩窗户。位置大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160平是吧？对，然后阳台也是相中一半。哎呀，这两边这个大阳台真像样了，真行了啊！但是我觉得还是人家一楼比较舒服，你看人家一楼。一楼的价更贵，阳一的价和这个楼上的价能一样吗？你看人一楼之间还有那个葡萄架什么的。对。有。啊，这是厨房啊，直接带窗户的啊。这个地方都可以打通，你可以做成开放式厨房。这边是一个客卫。这是卫生间。然后这儿呢，这是主卧。那个是，应该是叫次卧的。这是次卧。对。主卧呢？主卧在这边。主卧是这个位置。比较大的主卧。这是主卧。哎呀。窗户还开了呢。对。这屋。可以设计成衣帽间，也可以设计成。里边是那个洗手间嘛，按这个区域也可以做成衣帽间。160平就是不一样。行，咱上那个露天阳台唠正题吧。这我在中介挂13500。中介挂13500。对，12000给你。不能再便宜了。这都已经吐血价了。这不是这个12000就吐血了吗？沈阳现在房价都这样吗？它毕竟是洋房，而且带电梯的洋房，这都是一梯两户的。咱们这期沈阳探房就到这里了啊，下期再见。